当厨艺失败的菜鸟厨师碰上世界名厨，一场美味大对决就此展开。久等了，蛋炒饭马上就来。菜鸟厨师米其林，飞轮海汪东城饰演，天才少年厨师冷冽唐禹哲饰演。嘉玲，我只想要名正言顺的照顾你啊。无关小叔，不需要你来同情，不需要你来可怜我。音乐创作才女关小叔，卓文萱饰演。呛辣小姑娘 Wasabi 小薰饰演。告诉你哦，来我们蛋炒饭餐厅就会乖乖排队。算了，滚滚吧，蛋炒饭开卖啊！排队排队排队，我们赶快进去吧。全新组合隆重登场，中视频道翻滚吧蛋炒饭。